哎，没有马匹特别的慢啊，现在看到外侧的位置，出乎意料，跟中间的精明伶俐两匹马呢，都是自带前速的。外侧还有一匹啊，完美胜利啊，也加入战团了。中间还加入一匹呢，就是九号的太平洋梦了。这四匹马在第一个弯角呢，是你争我抢的。在太平洋梦，太平洋梦更外栏的位置，则有引擎启动，电尾的依然是911，800座50.80秒，这个步速不算太快的。现在前面呢两匹马在斗前速的，内侧是精明伶俐，外侧是夜疯狂，后面呢就是完美胜利了，再后面呢就有大旺宝在外侧和这个引擎启动同时开始调整走位的。完美胜利呢现在开始追了，前面呢夜疯狂已经开始加速打边了啊，跟里面的这个精明伶俐斗在一起啊，现在他已经是开始领先了。里面的精明伶俐还不愿意放弃的，后面的马群呢现在追上来了，包括了这个完美胜利以及出乎意料，但是呢夜疯狂走势更好啊，夜疯狂先到终点，后面的一群马几乎是一字排开过终点的，包括。